2个月左右的虎斑，当时是准备给他们喂奶，然后这个门打开之后，我发现他们已经控制不住了，他们应该是闻到味道的。当时我没什么感觉，因为这是我们宠物店的日常，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你看我那个样子，也不是第一次这样操作。然后跟同事一起看监控的时候，我们就都笑得不行了。